定位我们说完以后，咱们看怎么操作。操作呢，我们第一个是器材的准备，第二个患者体位的准备，还有怎么定点、怎么消毒。器材的准备，哎，我们先看棉球、调制针、打火机、酒精灯。调制针呢，咱们起来，这咱们故事针灸专用的调制针。打火机和酒精灯，大家一看很明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用来点着以后消毒用的，拿火烧一下。因为我们这个调制针呢，造价比较高，所以它不可能说一次用一根，一次用一根，这个成本太高了。我们是要反复使用的，所以用之前呢，我们还要拿火消一下，拿火消一下毒呢，再拿这个棉球一擦。当然点着之后呢，哈，烧完以后哈，过个几秒钟，因为它烧完以后基本上是烫的嘛，你过几秒钟以后，过个10秒呀、5秒、10秒，你再拿这个酒精擦。要不然的话，刚烧完就擦就退火了，一退火就变软了。这个针头，是吧？因为以前有学员，就是说这样不太注意，没跟人家说清楚，结果买回去挑这针，刚烧完红红的，嘣就擦了一下，退火变软了，一挑针尖就歪了，因为针尖比较细嘛，一挑就歪了。他说你这个东西怎么这么软了呀？哎，我说不可能呀，我都是刚性的，对不对？都是退过火的。我说你怎么弄的？他一说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一下给退火了，给。就是点拿那个酒精灯烧完以后呢，过个10秒钟，让它稍微冷却一下，再拿这个酒精棉球擦一下，哎，把它擦干净了。因为有时候烧一烧，它表面可能烧黑了，对吧？马上就酒精棉球把它擦干净了，这样更好。而且患者的体位准备，像我们啥来，我们因为我们挑的都是后背和腰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一般情况下呢，哈，我们是什么？让它趴在那儿，趴在那儿的话，哎，这个。是不是暴露起来更好做一点？我们调制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呢充分的暴露调制的部位。我们一般是趴在这地方，找一个舒服的，比如说趴在桌子上了，或者我们那有床哈，这哎在那坐在那，找一个凳子趴在床上，让他后背对着我们再进行给他调制。这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调制起来就轻松了？如果他要是躺在床上、趴在床上，我们得弯着腰给他调。你说调个20分钟、半个小时，那腰都酸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一般习惯什么？哎，让他这儿趴着，哎，两个手在平放。在那一趴，哎，把后背露出来，然后我们坐在后面给他调。这的话，其实坐的时间长，你像一个患者，如果在床上趴上半个小时，其实他实际上趴上，他也觉得气闷的不行，是不是憋的不行？他也累。你那儿趴的，你那儿低头给他调，你是不是也觉得累？大家都不舒服。哎，他在这趴在这儿，你拿个凳子坐在后面给他再慢慢调。如果他要是调腰部，你拿个小凳子坐在下面调，相对来说你是不是觉得舒服一点？哎，使劲使得也比较得力嘛，对吧？看，常用的体位就是这个，就这个姿势。挑制点多在头后、颈后和背部，所以常取辅坐的位进行治疗。反正咱说白就是啥，让他坐到这儿，把后背对着我们就行。定点，把患者安置好以后呢，根据处方寻找出的挑制点，确定下针的具体位置。你像我们一般啥了，确定这个位置之后，哎，定了这个挑，不管它是阳性反应点也好，背腧穴也好，或者画头夹脊哈。画头夹脊穴也好，我们一般啥了，定好穴以后，拿这个头压一下，是不是给它狠狠压，它是不是就一个坑就出来了？或者说呢，你拿那个指甲哈，给它掐一个十字，把这个位定好，别到时候凿好了以后，因为它后背那么一大块，经常啥的，你不定位，插完棉球拿完针过来一找，哎，刚才那位置在哪儿？想不见了，还得再重找。所以啥了，我们把位置定好以后呢，再次什么，给它进行消毒，拿棉球擦一擦。挑制部位，给他拿棉球擦一下，擦完之后，他那个硬的还在，我们就可以进行挑制了。当然了，按照这个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消毒的这个流程的话，挑制部位要消毒，拿棉球，拿那止血钳夹住那个棉球，擦一下，擦3圈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施术者就我们的双手也得消毒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针具刚才说拿火烧一下也得消毒，拿棉球擦一擦，全部消毒完了以后，我们再给他进行挑制。然后我们看这个操作手法怎么操作？你看，我们先把这个拧下来，对吧？哎，把它拧上去，这叫持针。持针的时候呢，哈，我们就好像就跟拿毛笔一样，就这么拿，就这么拿，拿上毛笔一样。大家，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是咱们经小，反正经常不是有时候手上扎个刺儿，知道吧？其实就跟挑那个刺儿一样，浅浅的挑，不要一下嘣进去那么深，啪一下把肉都挑出来了，不要那么狠。就拿针尖，你看针尖很细吧？这个针尖，对吧？你就拿针尖轻轻的剪表皮，就跟挑刺儿一样，就这么挑，把这个表皮挑开。其实这个是，其实有时候不是太疼的。咱们挑刺儿的时候，拿那个大针挑刺儿的话，其实刚开始感觉都不是很疼，
就把这个皮给它挑开，挑开以后呢，再慢慢往里挑，一点点往里进，就能把这个丝儿挑出来了。一般挑，你看这个患者在这儿，拿这个手，如果这个人就皮肤比较松弛的话，其实这个和扎针一样，左手压手，哎，把这皮肤给它稍微撑开一点，压住这块皮肤哈，完了右手呢是进针，就跟握笔一样，垂直进针，这进针，这里挑，进针，这里挑，你不要这的进，这的进太疼了。进针的话，角度越垂直，是不是疼痛感越小了？是吧？哎，就这么讲。然后呢，破皮之后呢，哎，就跟三十度，啪就出来了。进针和皮肤角度垂直进来，哎，30度，啪往外一挑就行了。当然也可以40度，就大概说一下哈。然后呢，就跟啥呢？就跟我们小时候看那个，就跟啊，就我们长辈，阿姨、妈呀、姑姑呀、阿姨啊，他们打毛衣啊，其实那就那种感觉。这动作就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而且挑开之后破皮之后往外挑的时候，刚开始它那个纤维浅部那个纤维啊，一般比较细，它容易挑断，知道？哎，往里挑，挑个1毫米到2毫米的时候呢，哎，你就可以把这个丝儿挑出来了，就能感觉把那个丝儿挑了。挑出来的丝儿之后呢，哈，这个针尖稍微往上一点，你要往下的话，它不就掉下来了就？针尖往上一点，哎，把这个手换成这种的，这是不是就挑出来了？哎，我们在做什么？牵拉腰摆。再做牵拉腰摆，这个劲儿呢一定要匀匀的，知道吧？一定要匀匀的，不要说啊使劲往外揪，就说哎牵起来这个皮看着也起来，我们就寸的，比较寸的这个劲儿，比较匀的这个劲儿，哎牵拉腰摆，牵拉腰摆，哎倒个10分钟或者20分钟哈，根据它这个纤维的粗细不一样，初段挑的时间就长，它容易断的，它就是说挑到可能挑十几20分钟才能断，有的呢细的话可能挑一个几分钟就断了。如果挑的细的几分钟断了后没事儿，你可以再往下挑，还能挑出来更粗的。一般情况下是这样，当然也有个体差异的，哎，它下面可能就没有粗的，不好挑。但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呢？还能挑出来粗的，挑出来以后，哎，让它挂在这个针尖上，这个针尖稍微朝上，哎，我们再怎么样做这个牵拉腰摆，知道吧？做牵拉腰摆，做10几分钟、20分钟，如果它那粗的话，做30分钟也行。挑的过程中，在牵拉腰摆的过程中，它慢慢的那个纤维老化，它自己就断了。啪就断了就行了，然后拿棉球，如果有血的话，拿棉球给它擦一下，哎，止下血就可以了。那个血就一点点，一擦就不流了。因为啥？它擦的它破的也是毛细血管，它不是破了什么主血管啊，什么血流不止啊，不至于那样。哎，我们就拿那棉球稍微擦一擦就行了啊。而且你挑治完之后呢，哈，它周围是红晕状态的，它那皮肤周围，它周围是说哎跟红晕一样是红的，那个范围可能有1厘米到2厘米，它周围都是红的。哎，这就挑的比较不错了，这就。器材准备：郭氏针灸专用挑治针、酒精灯、酒精棉球、打火机、手消。体位安置，根据处方所选的穴位，选择患者舒适的体位安置好患者。定点，把患者安置好以后，根据处方寻找出挑治点，确定下针的具体位置，用挑治针源头按压记号，或用指甲掐个十字记号。衣者手部消毒，用手消消毒，尤其指尖部分充分消毒。针具消毒，用酒精灯外火焰烧针头15秒。待针头冷却后，用酒精棉球擦拭。
挑治点消毒，用酒精棉球进行消毒，擦拭挑治点和附近皮肤。擦拭时应从中心向外绕圈擦拭三遍。手法操作，挑治法的动作以挑提摇摆为主，目的是把皮内甚至皮下筋膜的纤维挑拔出来。第一步持针，消毒后右手持针，左手为压手，把针垂直拿起，如毛笔握姿。进针，垂直进针，快速破皮，破皮后针尖呈30度角，如打毛衣似的回钩，把挑起的表皮拉断。因为一开始的一两针挑的是表皮，纤维短小，很容易断裂，只为破皮开口。挑针尖刺入皮肤后再向上提起，其要点是针尖上翘，针柄下沉，以持针手为支点，动作幅度不大。挑拭细力进行，提示用比较大的力把皮肤提起来，针和挑点的皮肤呈垂直方向，有节奏的做上提和下放动作。牵拉，针体只朝一个方向拉动，用一拉一松的方式进行。具体来说，就是用力把皮肤向前、后、左右任何一方向牵拉动作。摇摆，针尖提起后，再做前后或者左右的摇摆动作，即针尖穿过皮肤或纤维后，把针尖适当提高。然后进行左右或前后的摇摆，持续做牵拉摇摆，直到皮下纤维断开，然后继续向下挑，皮下纤维稍微粗壮，挑出后继续牵拉摇摆。挑臂，伤口用酒精棉球或碘伏再次消毒。有人问了哈，因为他觉得这个针比较粗，一看到这个东西就害怕。哇，这么粗的东西扎进来以后，所以用不用做一个局部的麻醉敷麻？哎呀，我说这个就不用了，我觉得这个就不，我们班就不做这个麻醉了哈，就这么挑就行。一般挑治时间了，很多人也就问，一般就15到30分钟，也可以20分钟左右，大概就是这种区间。就啥，因为啥，有的人说我挑一个小时行不行？哎呀，他说我能不能多挑几个点，对吧？哎呀，我说你要挑一个小时，你要觉得不累，你可以挑。因为啥？我觉得你要每次都挑一个小时，你肩周炎就犯了，真的可累了。这个挑的过程中，真的是你挑10分钟哈，整个肩膀都酸，可能挑20分钟，你真的就累得不行了。那就，你要能说连着挑5、6个点都得挑，挑下来，我觉得你这个肩膀就废了。他一直在做这个动作，他一直是这个道理吧？真的是可累了做这个。所以我们一般就挑哈，如果这个第一个点或者第二个点挑在这个纤维比较粗哈，能挑10几20分钟的话，我一般挑上1到2个点就行了。不是说今天因为啥了，这个实在是太耗体力了，挑1到2个点效果就可以了。如果说啥了，哎，挑了第一个点，挑了5分钟断了，哎，那我们再多挑2个点也是可以的，这是没问题。它不是一个必，就好像说这个东西必须就按什么，就按这个规则办，不一定，根据你个人的体力，啊，根据具体情况动，它不是个绝对的事情。想这个挑出纤维的多少，挑出纤维的多少呢，与挑治部位和个人体质有关，一般阳经。外侧面的纤维多，阴茎内侧面的纤维少。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挑治只是指治疗肿瘤的时候，我们只挑后背，其实全身都有挑治点，12皮部布满全身嘛，对吧？它都有挑治点。挑点的数量，挑点的多少呢，是病情而定，一般就是1到2个挑治点，或者3个，多了4个。纤维少的
这个牵拉摇摆时间短的，你就可以多调几个点，就刚才跟大家说的，但是一般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了。你半个小时以上真的你吃不住，大家进去好临床的时候，我们后面会有实操，大家都可以试一试，你调好5分钟你试试看，就得一直做这个动作，这个肩膀真的酸酸痛的很厉害。可能发生意外和处理的方法，其实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怕晕针，这个晕针和我们扎体针的晕针的处理方法是一致的，就是哎，如果出现晕针状态了，我们把这个就是治疗这个过程赶快停止，然后改变体位，以平卧为最合适，对吧？轻的呢，晕的不是很厉害的，就给他喝点热水或者喝点热茶，休息片刻就可以恢复。如果晕的厉害的呢，我们可以给他就是说人中啦、内关啦，对吧？指尖、鼻尖、烧伤了，就是这些急救点，我们可以给他就是说呢，哎，刺一刺或者掐一掐都可以。醒来以后喝点热水，休息片刻也就没事了。出血的处理，用干棉球压迫针口3到5分钟，方可止血。止血后可以继续调下去。如果按压后出血不止，停滞该点的调治，排除患者有明显出血倾向后，方可换点治疗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这个出血不是很厉害，基本上如果调得好的话，基本上有时候调完以后都不流血，就流血也是流那么一点点，拿棉球一摁就没事，因为它调的毕竟是皮下1到2层，就算破了也是把毛细血管调破了，它不可能调到那个主血管啊、主动脉啊这些血管上都不会有问题的，这一般都没问题。但是啥了，我们就说你看好100个病人，你101个出了事，那100个都白看，所以这个该讲的注意点大家还是要注意，对吧？这个治疗这个安全是第一的。疗程一般是一周调一次，10次一个疗程，休息一周进行下一周疗程。有的学员问，那我隔个3-5天调行不行？也行，这都只是个参考，它不是绝对的。如果说你说今天调了，星期一调的，哎，星期三或者星期五呀，天气非常好，我想调一调，可以，没事，也可以调，也可以调，这只是一个参考，它不是绝对的。